色小雨季，它叫做中研院研发的那模式啊。然后它最主要是说进入到无毒抗菌的环境，最主要是如果隔壁做感冒，或者是说肠病毒吧，就是桌子啊，桌子部分我们都用这个喷在桌子上，然后再擦拭空气，空气中的。在空气中的话，就是会那个进入到无毒抗菌的环境，进来里面的时候，对，就不会交叉感染。然后水的部分也是，水就是这个是钻石水，就是我们煮鱼汤都是用钻石水下去制作，只是进去嘴巴的食物都是用钻石水下去制作。好，谢谢。高级的水，谢谢。水源很重要。好干净的，山顶的。餐厅非常干净的，这个有帮你做了，然后这个有胶原蛋白，那这个是比较特别，它是很多的鱼，它香港话叫花椒，你会不会解释？花椒可以入中药，花椒你说吃下去会麻的那种花椒？不是不是，花椒不知道，对，它是可以入中药的花椒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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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。这个，我刚刚帮你练，这个，你看一下它的内容物是这个。好哇，OK，很过了。特别，对，这是很多的鱼才能收集到。Sorry，哦，电视节目有啦有啦，我会传给你看哦。中视电，中电，对，中电新闻，免费哦，只是他没有秀电号哦，因为它是交新闻，谈视角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哎，对，然后你吃 ，OK， 对对对，胶原蛋白，我们女生补充的胶原，乖乖的，我先去帮你准备东西，好。每天吃这个又变好漂亮，然后价格上面我们就是都自己吸收，那希望就是说维持一定的品质。龙胆石斑羊肉炉就是看准龙胆石斑的潜力无穷，未来还可能带动屏东养殖业者热潮，大家一起跟着韩市长发大财。记者刘世伟、林志茂台北市采访报道。谢谢。And this is 菜脯蛋。你都是有公筷母匙，那这个是胶原，皮的部分一定要吃哦。好，不要把它弄，最珍贵的就是它这个胶原，黑黑的这个地方 ，QQ 的 ，QQ 的，然后它比较弹牙，它颜色比较白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这个是很珍贵的，胶原蛋白，女生的最美容圣品。哇。Oh my god。美容圣品。Oh my god。漂亮，刚漂亮嘛，已经漂亮的女生也可以吃。所以你看，老板娘都很漂亮。对啊，谢谢谢谢，美女老板娘。帅哥，这就是哇，好干净呢，完全跟期待的地方不一样的。对，真的没有吃过这种的。有，但是没有那么漂亮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们很注重这个，对，这个细节，魔鬼都藏在细节里，我们很注重这个。The food is so clean。100度，仅限内用，因为外带哈，怕你时间久了会硬掉。内用限定，对，内用限定版，内用限定哦。这个内用限定花椒，香港叫花椒，对，胶原的胶，会很多的胶原，一吃就知道。我们吃吃看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那个老板娘重点推荐的龙胆石斑汤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哎！特别的是这个部分，因为那个女生一定要每天补充的那个天然食材就是那个胶原蛋白。哇，那你先吃吃看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。
is so good, and the meat is so soft, and I think the flavor is so fresh. It doesn't taste like fishy, really fresh fish. Oh my god.它的皮一定要吃，那个皮很棒。谢谢，那我也要试试看哦。新的菜也来了，猪脚吧，哦，看起来好好吃耶。And 老板娘 said that they use hand to take out the bone of the fish. OK。谢谢。哇。炒空心菜。炒空心菜，干净耶，全部都是干净。我不客气了，我太饿了。他们也有 FB， 他们有 FB， 他们有 FB。他们是要做那个打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龙胆石斑鱼，清蒸龙胆石斑鱼排，我最精华的部分。鱼一来，我就最精华的部分取下来做鱼排。那就是像西餐鱼排这么厚，半斤，足足有半斤，半斤等于是八两半斤。谢谢，谢谢。喝汤吗？有。好喝吗？好喝。一样，就精华部分取下来，然后再做那个。哦，好吃。谢谢。谢谢。卤肉饭耶，卤肉饭耶，我先吃卤肉饭耶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先，我手机先吃。还有老板娘这个鱼汤，它是一整天都用大火煮的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，真的。那个汤非常非常新鲜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手机先吃，人不吃。第二个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那个花椒。花椒。啊，你刚刚花椒。I just show you that 花椒。哇，老板娘这都好好吃。是吗？女生要多吃胶原蛋白，多吃，有看到吗？够咸的，味道好喝。欢迎你叫。你好，欢迎来看到Joanne的频道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そう。鱼汤。How do you say fish again, Japanese? 魚。魚。魚のスープ。魚のスープ。うわ、完全不一样的感じた地方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。吃吃吃。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吃。这里是新北市吧？对，比台北真的好吃。对，而且价钱公道。价钱也很便宜的。对，你真的觉得要整场都要录我？No， 还我。那我要吃空心菜。推荐吗？